你家鱼强。那个呢？我给你小朋友，让小朋友过来吃。司机走。其实想吃啊，不敢吃。不敢吃，找盘子，没个找盘子给他们盛出去端过去呗。这有啥不敢吃的？我拿个盘子来。妈妈妈妈，看看小道怎么跟丈母娘交流。哎，赶你就趁了，哎，赶你就高峰了，喵喵就高峰。OK OK， I know。没跟他。太慢呀。已经开始下雨了，好吃。已经开始下雨了。赶紧给他三颗星，给他们盛多点呗。要吃吧，我怕他不吃咱们这东西。要小朋友吃啊。对啊，你敢打大头了，你他惨肉的，全给他吃。再盛几块。给他盛点肉蛋。OK， 你看他端过去。那个呢？给他们，给孩子们吃。一人吃一个。你说的什么？都是挺爱吃的。对，老高把锅给他们端过来。哎，他们为啥走了？想跟他们一起吃，他们为啥要走了？吃完了他们的。这是孩子们。哎呀，人家孩子还很纯洁，人家不敢。真是不敢啊。下雨了，回去也得是个问题。他不吃，没有，我留给这个吃。端过去，你拿过去给他吃。弄块吧。你别我有红。哎，早就鸡皮给我，我最爱吃。这是香吧？怎么样，老高？我夹几个给你吃，你下吃什么？鱼翅。我说李哥，我上手就行了，我你跟我客气。夹出来烫啊！你该打的用了那个。对对对。你喜欢吃鸡皮是不是？啊，对。行了行了，我吃不了这么多，我尝尝就行了。放那里嘛，坐着嘛，没不急。谁说烫了？是他妈真烫，这是。哇，怎么样，这个？不是吹牛吧？哇！我在山里吃过这样子，吃过很多次，不是招风者。香啊！那句话怎么说？简单的食材就需要最简单的什么烹饪方式，是不是？木瓜凤凤，嗯呢。
下雨了，孩子们都跑了。他妈是要的大菜呢。回去的路上不知道会发生啥。这说的啥，老高你吃个鸡毛啊。嗯，是是，因为他拿他当练剑。嗯，都是毛。哇，几公斤肉，你看分一下。你不要说才三个魔鬼辣。嗯，有点辣了。有点辣了。这个辣椒的确是。是他们这辣椒是可以。哎呦，这个小朋友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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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回会转到山区里面算。主要是吃完了还不长肉呢，他这个是。厉害。还有没有？有下山。我在养猪场那里，有火鸡都落在那里。下山也要买包烟。放下。拉布利。拉布利。拉布洛。这风景，山里面下着雨，现在一直在下着雨。哎，我就吃了三块，看老高，看我吃的，看米哥呢？哎，米哥呢？好像没有多少。我没有，主要是我寻他寻的太久了。嗯，我主要寻这个鸡屁股寻的太久没寻到。哎呀，锅盖又。哎呀，这个留下了。这么陶醉，美呀！哎，走了，走了，吃饱就走了。吃饱，人家还没吃饱，不礼貌了，知道吗？OK See you tomorrow。 打你巴子，打你巴子啊，打你巴子。Tomorrow 在有好事看你那个巴克拉。对，这个巴克拉。没有。嗯。啊，我去了，我真巴克拉。我这个小兄弟挺懂事儿，太乖，吃肉了。一手一块鸡。吃肉懂。这又来一个小朋友。给一块给他。啊，那个呢？我看呢。来了，好，挺好啊，懂得谦让。辣。哎呀，这孩子辣的，就三个小辣椒啊。魔鬼辣呀！这是魔鬼辣呀。嗯，对，魔鬼辣。印度的魔鬼辣不一样。哦，吃的鼻子还流水反正我吃就感觉。